to the media. I want to talk to the media. I want to talk to the media. 三男一女裸行街，只留喺本港嘅非洲人士，喺警方嘅缉毒行动中被捕。佢哋喺大批警员嘅押解之下协助调查。警方今次行动代号五角，由湾仔警区刑事侦缉探员连同特别职务队、反黑组探员以及机动部队警员联合进行。大批警员根据卧底探员收集嘅情报，喺星期五凌晨到湾仔酒吧区打击非法活动，并且召来缉毒犬协助搜证。在凌晨一点几，先有卧底警员假扮买家，在卢押道和谢飞道和几个外籍男女合购毒品。警员之后表露身份拘捕他们。行动中检获三克的怀疑可卡因以及少量的怀疑大麻花，市值大约是3000元。由于有毒贩将毒品收藏在后巷，机动部队警员一度前往搜查，并且巡查两间酒吧。 ONTV 东网电视新闻台报道。